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陈奕迅。今天的台北股市就是一如我们的规划，开高喷出大涨上来，再度完全掌握。俗话说啊，富贵险中求，成功稳中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专家，说真的实在有够厉害。为什么厉害？你可以看到啊，很多的一个专家看到的一个上礼拜五啊，在川习会之前，上礼拜五指数的一个拉回，很多的一个专家告诉你说啊，哇，行情还要洗刷刷，还要洗蓬蓬，叫你赶快把股票给他卖光光啊，告诉你啊，说啊，等待的一个拉回，再来弯腰捡黄金，但是我问各位啊，今天有低点让你来捡黄金吗？今天大涨上来，是不是又要开始带着你去追股票了？但是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我怎么跟大家说的？相信全市场只有我们敢事先公开预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我说啊，只要啊10.6x8守稳，缺口不补，就是往上看。甚至我告诉大家，在川习会后准备玩大的，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把上礼拜五的一个袋子调出来看，我是不是这样跟大家讲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台北股市的表现，事前预告10.6x8守稳，缺口不补，就是往上看，逢低偏多操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不变。果然指数就是从10,645点一路大涨上来，到今天来到10,914点，短短四个交易日啊，大涨269点，恭喜我们啊全国的一个会员，大小威力群组的好朋友，今天大获全胜，再添一胜。其实这些啊，你都是可以赚到的。如果你上礼拜啊，你有看我们的一个节目，有锁定我们的节目，你也有赚到的话，那么给自己一个掌声。我们要去站啦，那么随着今天呢、大涨激情过后啊，那么后市行情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其实很简单的，虽然短线激情过后，明天再开高，不排除啊短线上或有震荡，但是如果说有震荡的话，我想大家也不必太过紧张或担心，为什么我这么说？第一个，我们从缺口理论的角度来看。我想啊，缺口啊，我想每一次啊，当缺口出现的时候，那通常都是代表的一个趋势啊，支撑或压力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区啊，除非是出现的一个捷径的一个缺口啊，否则在缺口的一个出现的位置点啊，往往具有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意义。所以在后市的一个行情啊，大家只要记好啊，只要这个缺口啊，只要这个缺口不补啊，就是10821的缺口不补啊，那么整个的一个行情就是往上看，震荡往上看啊，逢低偏做操作的一个策略啊，就无需做改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从啊目前不论是在十日均线在月线在季线跟半年线那这些所有的一个均线都是往上的然后再加上的一个川习会美中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紧张关系转趋和缓，以及下半年传统旺季的来临，所以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认为后市的一个行情是做多比较有利，还是做空比较有利？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不需要我再多说啦。所以大师兄，我的讯息你是不是一定要赶快跟上？
哦，不然当好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再错过的话，哦，真的是很可惜。哦，今年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财富，能不能够倍数翻滚上来？100万变200万，200万变400万，400万变800万，就看这一次。哦，当然操作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有方法。哦，就像啊，哦，就像。啊，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COF 基板6552的易华电，啊，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当时我买在什么地方？92块，我买在92块的一个低档的一个位置去，我就跟大家说过，我们用3%的一个风险，力拼30%的利润。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风险之后，那么未来我们就能够创造啊。多少的一个利润？这些我在之前我都跟大家讲过，一切都讲在前面。结果你可以看到，只要你有锁定我们的一个节目，你看今天马上又怎么样亮灯的一个涨停板哦。那么从92块到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啊，这样的一个价差幅度已经达到多少？13.6%啊，也就是说在15%左右。哦，因为它是累积的嘛，92块，你再乘以3成的话，在15%左右，哦，30%的利润即将达阵，真的是恭喜大家！哦，再来跟大家所谈到的就是啊，啊，这一档的一个散热之王的泰硕3438的泰硕，同样的一个散热的族群，我就跟大家说过，我唯一带会员朋友锁定的就是这一档的一个泰硕。那为什么锁定这一档？我就跟他说过，随着一个手机跟5G 基地台双引擎的一个启动，哦，那么对于未来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需求非常的一个殷切，哦，所以在业绩哦持续的一个让持续的一个看上，哦，产业前景持续看上啊，哦，之下，果然今天的一个泰硕，哦，随着一个除夕的一个行情展开，今天呢，空单几乎是被迫啊，嘎到最高点。哦，你可以看到从5字头跟大家推荐分享以来，哦，甚至大涨上来，为什么我们还敢带会员朋友买进？哦，59块我们还敢买，啊，今天已经来到67.1块了。你可以看到，不过才这样啊，短短啊几天的一个时间，价差达到29%，30%的一个利润即将达阵。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哦，4943声控元件的一个啥康控 KY，哇，这一档的一个股票表现更是强。哦，你可以看到哦，老师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地方在哪边？我们实在做，实在讲，买到赚到，说到做到，这就是大师兄的一个实在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从啊。哦，6月20号135块，带着会员朋友买进之后，哦，我就跟他说过，我说随着一个手机啊，哦的一个零组件进入了一个旺季拉货，哦的一个需求，包括的车用跟穿戴式的一个装置，哦出货逐步的一个让逐步的一个增温，在双引擎的一个启动，三引擎不是双引擎，哦，甚至就连啊董座都来帮我们做背书。所以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再加上的一个券资比竟然高达7成多哦。那去年是7月底除权息，那预计啊，随着券资比的一个攀升，大户心态偏多，啊，加工行情可期哦。那么像这样一档的一个好股票，大师兄就是帮你把它挑选出来，今天就是涨停板。就是涨停板，就是涨停板。你可以看到第一趟从135，哦，到159，哦，光是这样短短3天的一个时间价差17.88，哦，然后拉回来，哦，153再度出手，再度买进，哦，都有讯息为证，哦，讯息会说话，证据会说话。你可以看到今天亮灯涨停板，哦，价差就达到多少？13.18，两趟累计的价差都超过30%。哦，38的利润漂亮达阵，而且还欲罢不能。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不要小看三十趴。哦，你一档股票30%，两档股票30%，三档股票30%，三档股票下来，你的财务马上翻，你变100万，马上变200万，200万变400万，400万变800万，而且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股票，都是有价有量的好股票。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包括的一个微基电子网啊的裕泰，你看今天大涨在创新高。哦，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从88块买进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说现在啊，哦，你可以看到所有要有以声音为界面的手机界面，哦，几乎都要用到什么微基电的麦克风。那么在台湾微基电的一个龙头是谁？裕泰。裕泰，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这一档股票，哦，从88块开始锁定。哦，讯息在这个地方，88块哦，锁定第一档来到97.9块，哦，短短哦两天的一个时间，价差11.3%，拉回来94块再买，今天来到107，哦，我们已经开心获利出一半，另外一半设好停利就好了。你可以看到短短几天的时间，价差又13.8%，两档累计的价差25.1%，哦，很快的30%的一个利润。又将漂亮打正，这就是大师兄我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一切都摊在阳光下，一切都讲在前面。哦，我敢说市场上有哪一个老师啊，哦，敢像大师兄我一样啊，敢像我这样啊，跟你预测未来，跟你讲在前面。所以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今天你要跟谁，你自己好好想清楚。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哦，那基本面我不说，各位自己看。哦，再来，哦，包括的一个性能高，哦，你可以看到我说这一档性能高非常好吃，美味又可口。哦，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哦，我就跟大家说过，现阶段的操作你就是要有方法，买黑卖红，哦，高出低进价差操作，你可以看到60块买进长虹电江山，60块买进，哦，这是天赐的一个良机，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哦，穿在市社会穿在市趋势的一个成长，我就跟大家说过了，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的一个大涨上来，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就多少 16.5%，16.5% 都是讲在前面，哦，甚至啊，包括的一个这样，我们的核心持股台表科表中之霸 Rolex，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这档的一个股票从年初啊就送给大家，就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带会员朋友全力重压一档股票，哦，为什么我们不离不弃？哦，你可以看到啊，基本面我之前我都跟大家说过了。不论是产业，不论是营运，都处在成长向上的一个趋势上。哦，从三字头到六字头，哦，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短短两三个月的一个时间，价差就达到多少？超过70%。哦，这一次回撤半年线，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买点机会。我就跟他说过，关键开不破就是往上看。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持续大涨在创新高。哦，短短这样的一个几天的一个时间，价差都超过多少？都超过22%。哦，甚至包括的一个中美金，哦，也是一样，哦，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也是我们在年初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档的一个股票，哦，光是啊，从你可以看到啊，从上一波啊，我们84.3块啊，我们获利出一趟之后，这次拉回上礼拜五81块，讯息都在这个地方，81块再度买回来，今天大涨上来又可以怎么样，开开心心获利出一半。哦，光是这样一转眼的一个时间，哦，一张的价差就5块，十张都5万，另外一半我们设好停利给即可。哦，你可以看到大师兄的一个操作，就是如此的一个犀利。所以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哦，老师给大家一鱼三吃。哦，如果说啊这些的一个股票，哦，你没有跟上的话，
哦，让工商时报绩效竞赛五冠王的纪录保持人，来帮你全力锁定下半年冠军的大黑马，未来会涨不停创新高的好股票，让你可以财富啊快速倍增。所以我们啊一鱼三吃三三三的一个计划，哦，招兵买马中，哦，在礼拜六的一个讲座啊，哦，那么也很高兴哦，很多的一个与会来宾哦，那么加入我们的一个阵容啊，相信老师都没有打给闹鬼哦。那为什么老师要推出一鱼三吃三三三的计划？哦，各位亲爱投资朋友，你自己想想看，一档股票我们只要赚三成就好哦，因为现阶段的一个指数毕竟已经来到了10,700点，10,800点哦，不比当时候还在7,000-8,000点或者是9,000点之下的位置区哦，所以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区，你今天你的财务你想要能够倍数翻滚上来的话，你就是要有方法。我们不要贪一档股票三成三成三成的来赚哦，三档股票下来，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财富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怎么样倍数翻滚上来哦。所以我们呢、啊、在今天我们特别推出一鱼三吃三三三的计划哦，老师不仅要教你来钓鱼，而且还要直接给你鱼吃哦，就像啊哦，我们这一段时间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哦，不论是台表科，不论是中美金啊，甚至包括易华电、泰硕哦、康控 KY、声控之王哦，跟微机电之王的裕泰，还有锂电池之王的一个性能高哦，你可以看到，哎，光是这些的一个股票，你的一个财富是不是很快就能够倍数翻滚上来？哦，甚至在老师的口袋名单里面，哦，都还有很多的好股票。哦，未来会一档一档的一个这样，哦，带着大家啊、哦、来赚，哦，所以一鱼三吃三三三的一个计划，招兵买马中，哦，大师兄保证，哦，让大家可以用最低的门槛，让你所有的愿望一次满足，哦，让我们与富的距离越来越近。聪明的就懂哦，就像啊这一档水电工的最爱哦，为什么我叫它水电工的最爱哦？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多漂亮，回撤均线有手哦，多头趋势哦向上哦，目前哦才刚刚在酝酿之中哦，加上有母公司的一个加持，还有什么真无线哦，蓝牙耳机这些的一个订单哦，以及特斯拉的一个订单哦，后续营运看望，现在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所以啊，哦，你现在如果说你还没有拥有大师兄的一个讯息，或者是还没有拥有大师兄的一个涨标股新天地的一个 9 的啊的一个投资朋友，真的是要赶快跟上。标股新天地 9 的就是让你可以看见财务的未来，好事不断发生哦。来，标股新天地理财真轻松哦，欢迎各位啊成为 David 的一个好朋友哦，掌握更多的一个好机会哦。那么如果说在你如果说你不会输入 ID， 这边有一个怎样直接 QR code， 你可以直接扫描哦，或者是啊你直接打啊，可以打下面的一个 ID。哦，那哦，加入我们的一个怎样啊、哦？我们的一个标股新天地 9 的这个大家族，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哦，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啊、哦，毕竟呢啊、有的欧巴上欧弟上啊、哦，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哈、哦，那有的人没使用手机没关系啊、哦，你直接打电话进来嘛，啊、哦，直接打电话进来，哦，因为这攸关你的一个荷包啦，攸关你的一个未来，攸关你的幸福。好，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好，23219933，23219933，好，那我们线上所有的一个理专都会非常的一个热忱跟大家为大家来做一个服务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发大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哦，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